好，来，赶快，抓上去玩，玩给我看。不要太多，刚好就好了。慢慢玩，慢慢玩啊！哎呦！我想用线绑这个，还是用这个绑下去？没有，那要考验你的技术，你的技术，你太重了，那惯性太大了。慢慢来，慢慢看。哪有人像你这种玩法那么厉害？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哇，太酷了！我脸输给那个黄龙旗小朋友看，是啊，哎，然后黄龙旗就哇，用文具做哎，真的啊，哇，用积木做的东西现在会跑，怎么那么厉害？重点是积木还是遥控车？重点是遥控车那根积木。那到底遥控车还是积木啊？我这种都不会掉。啊，现在重点是遥控车还是积木？嗯，遥控车。啊，现在呢？哇！我这种太厉害，这种有人是绑这样的吗？没有哎。那会不会有人绑这样？这样太重了，要等一下会掉了。这样对，越轻越好。不然你就给它排很高很高，看看。一条线就好了，用这个排很高很高就好。会这样会重吗？不会不会不会。那会倒吗？也有可能，但是试试看啦。好，很高很高，这样再继续加上去，加上去，对，就会像一根蜡烛在跑。好，先试试看。像跟一一样，就是一。对，好。然后一就会赢。好，一就会赢。好，可以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试试看，慢慢跑，慢慢来。哇哦，有点惯性，转弯不能太快了。我这有一点弹性。是啊。再短一点。好，再短一点。要这样。这样看一下。好，这样看一下。再这样。好。这样又很重啊。哇！好，拔掉，太重了。姐，这边没用。
是没有熊。我不能用这个去。跑到房间里啊！房间里在吸油，你知道吸油吗？我不知道。